四排时遇到队友是三排是种什么体验。我先帮你们去探点哦。这里有一个他抢住了，进圈啦！玩游戏要笑，没被进要笑。里面有四位啊，那不帮我捡，一切都会过去。他玩玩游戏像个导盲一样。我去外面溜了一圈，然后我挨打了。再慢一点，我就死了。这两个真是秀恩爱呀！跟你说秀恩爱分得快啊！我跟这个一号，我们两个相依为命，一号。今天我试试。去走吧，那不坐我的车我也无所谓了，不坐我的车算了，讨厌。蹦蹦擦，蹦蹦蹦蹦擦，蹦蹦擦。终于结束了，一切都不重要了。